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啊！好，我们看课本43页。好，现在来看大家社选千人结集啊，讲到这里吧。好，是讲到这里吗？啊，应该讲到这里，对，好。啊，不是，45页啊，讲错了，我看错，45页第三行，第二行，第三行第二行，好，啊，45页第二行啊。那么上次是讲到这个迦叶啊，那么举阿难啊的罪，那也有说是优婆离举罪的啊，这我们说过。就是经律记，就是律典记载的也不太一样啊。那大智度论的传说是，阿难一开始就进去参加结集啊，后来被大迦叶请出啊，这个是后面有说啊。那么因为他没有忏悔，在结下三个月的时候，那么大家结魔啊，那么这个他不清净，而且他没有正果啊。所以他被大家是请出。那另外啊，那像升起律的记载啊，或是其他律等的记载，是阿难一开始就没有参加啊，那不被允许进入参加啊。那后来也是有举罪的说法，就是他进去之后，然后再被举罪啊。就是我们说关于大家是结集经典的记载，各个律典经典记载的不太一样。包括是500人还是1000人，结集的时间到底是7个月还是3个月？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结集的？是天人劝请结集的，还是因为拔难陀的因缘结集的？啊，反正就是有很多的说法。那我们都参考啊，我们参考。那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我们说它前面的一些，比如说天人劝请结集这个，跟玄奘去印度听到的传说是一样的。那就是有很多种传说了。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二行啊。那这里说到举罪举中其中的一条啊，就是啊，那第一个啊，也是第一条啊，就是阿难劝女人出家，那么正法啊会早衰500年啊。那这个也让佛教中很多比丘尼啊，有一个心结啊，难道我的存在啊会让正法啊就早衰败吗？啊，那其实我们说这个是有当时的时代因缘啊，就是说第一个当时的女众啊，那么基本上是教育程度比较不普及。其实当时2500年前，不要说印度了啊，中国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女众大部分是没有受教育的啊。我们说这《阿含经》里面甚至讲啊，当时的女众只有二子力。啊，二子力就是他只知道这个怎么煮饭而已，其他的大概什么都不知道啊。大概就是因为教育不普及了，其实我们的教育普及也是现代才有的。那以前的教育不普及，你不懂，你大部分是不懂知识的。不要说早期的《吠陀经》的这些阅读啊，那你没有一些就是知识相关概念的。那你要修行其实是很困难的。那还有就是主要是因为大爱道他是王公的，那么他带有一些就是比较傲慢啊，所以更不容易啊听从，因为他们也是释迦族的，更不容易听从其他人的教导。那这样的话，那么你自己没有办法解脱，那也会给僧团带来困扰啊。然后第三个就是男女众的问题啊，大概是因为这样了啊。然后因为重点
佛陀也有讲啊，这个佛法要住世，法轮要常转，他必须身团和合。那这个就很原因就很可能导致身团的不和合啊。那身团不和合，只要是身团不和合，这是一个。那身团不和合，不和合就不安乐，那么就不清净，就不能得解脱。那么不能得解脱，没有正果的人，没有知法修法，就是没有见法、知法、入法、得法的人，那么正法就会衰败啊，基本上是这个原因呢、啊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是当年的这个背景。那也因为是女众当时受教育普遍比较低啊，那所以她才会要求半月要请教戒，才会要求在二部身中要受戒啊。那么基本上大概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好，那我们再来看啊。那么阿难就回答啊，说他因为他的原因呢啊，大家是就是呵责他啊，就是因为你正法才早衰500年啊，因为你劝佛陀让这个大爱道出家啊，那其他女众都出家，那其实最后面决定的还是佛陀啊，就是说阿难虽然劝了，但是最后面决定要不要的还是佛陀啊，那也并不是所有的人劝佛陀都会答应啊，也不一定。那这个是一个，那当然这个阿难啊，那么一直跟佛陀说啊，世尊啊，这个大爱道对你有乳养之恩啊，那就是啊把你养大啊，那你的母亲很早就7天后就往生了嘛啊，那把你养大的你要念恩啊，他还跟他说，那佛陀就跟他说，是的，我知道阿难，但是我对大爱道的这个恩情更大，我让他能够学习佛法，亲近佛法，他也终将因为不管他有没有出家，他终将会因为他学习佛法、了解佛法、修学佛法，他未来会得解脱。即使他没有出家，他也会因为学习佛法啊，那么了解佛法、深入佛法、修正佛法，他会得解脱。那么我让他是解脱无尽的生死轮回，跟他抚养我啊这几十年。这个恩情来比，我恩情比他还大。这个阿难你也要知道啊，那这个是当时这个律典啊的记载了。好，那但是最后佛陀还是答应啊，佛陀还是答应这个大爱道啊，他基本上是带着很多的宫女啊，那一般都说500宫女啊，其实就是非常多的意思。好，这阿难就回答这个迦叶啊，说我是因为灵敏趋檀米。因为大爱道三次求出家都不行，第三次在门口哭啊，在那个金色的门口哭啊，那么非常的憔悴啊，然后就在那边哭。那阿难刚好从外面进来，看到问了一下什么事啊，就是他阿难的同情心特别多啊，阿难的特质就是他调柔，而且他特别的慈悲啊。如果说比丘里面有比较大悲的，那大概就是阿难了，就是比丘里面比较慈悲比较重的，大概就是阿难啊。好，那么三世诸佛法皆有四部众啊。他又说啊，这是第一个。那因为我看到乔檀米这样啊，就佛的阿姨嘛啊，那也因为这样啊，那么所以后来比丘都跟着佛教，比丘尼都叫大姐。或阿姨啊，也跟着叫啊啊，大部分这样啊，所以你看那个戒律里面、经典里面啊，女众有时候就叫大姐，有时候叫阿姨啊。好，那也是跟着佛教取他名叫阿姨，有时候会这样。好，那这个他说啊，三世诸佛法就是三世诸佛的一个定律或规则啊，就是说，就是三世诸佛在世间基本上都有啊，就是一个法则啊，就是他们的类似有一点像不成文的规定这样啊，所以叫做三世诸佛法啊。这个我们要知道，有时候《阿含经》或律典里面啊，通常都会有所谓这种类似像这样的词，佛跟法啊，比如说三世诸佛法啊，人法佛法啊，也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啊。或者叫诸佛法，三世应该是这样，三世诸佛
法啊，三世诸佛的一个，比如说像人法啊啊，那么作为一个人啊，那么有什么类似像这样，他有一个共通的理则啦啊，共同的原则或共同的理则啊，那通常就有这样。那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三世诸佛法啊，这不是哦，不是三世诸佛法，是三世诸佛的法啊的一个共同有的一个现象啊，就是三世诸佛共同有的一个现象，就是过去到释迦佛以前，三世诸佛啊，他共同有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都有四部众啊，类似像这样。那经典里面有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分开，就是诸佛法啊，不是诸佛法啊。好，他说都有四部众啊，那简单讲就是两部众，在家出家啊，然后再多一点讲就是四部众啊，优婆塞、优婆夷、比丘尼，再多一点讲就是七部众啊，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啊、沙弥尼、四叉摩那尼、比丘尼啊，基本上是这样。好，那么我释迦闻佛啊，就释迦佛，为什么只有释迦佛没有啊？那三世诸佛都有啊，那怎么只有释迦佛只有比丘众而已呢？啊，然后有三众没有四众啊，就是少了一个女众嘛，啊，就只有三众啊。那一般都有四众啊，啊，好。那么大迦摄，这是阿难回答大迦摄的。好，那第二个啊，第二点啊，就是他这里举出了所谓的六种突击罗啊，但是有的经典讲九种突击罗啊，就不一样，不一定啊，就是说律典记载的不太一定。好，那现在看啊，他说佛要波涅盘的时候，进居一那结城啊，就居士那啊，就是要去居士那入涅盘啊，已经靠近居士那城了，脊痛啊，那就是背痛。我们知道大概佛如果从经律里面来讲，佛大概应该是六十几岁之后，大概那个时候，因为七十岁之后就发生了佛七十二岁，大概七十二岁以后接连发生了很多件事。那么主要是三件大事啊。那第一个就是基本上是那个这个提婆达多要破河而生啊，那这是一个啊，然后害佛破河而生。那第二个是这个琉璃王要屠杀释迦主啊，就是提婆达多破河而生，琉璃王屠杀释迦主，舍利佛目犍连入涅槃啊，这三件事算是对佛陀影响比较大的事，也对佛教的僧团影响比较大。那这个都是大概在佛七十几岁七十二岁之后了。那七十二岁以前，我们大概看佛陀这样走，大概到应该到六十岁到七十岁这段期间，啊，那么或者说甚至更早五十几岁，因为经典没有记载日期了啊。但是我们大概这样猜的话，大概就是六十岁左右。那么基本上佛陀就有长期性的就是背痛，啊，就是所以阿难常常要跟佛陀按摩，然后常常跟他捶背。那就是会有这样身体上的一个病痛，那其他的就可能比较少见啊，大概就是背痛的原因啊。那到最后要入涅槃之前，受到纯陀的供养，又拉肚子，拉得很严重啊，那个就是没有再吃了，从那里之后就没有再吃了啊。那大概就这个算是比较严重的。那背痛其实也还好啊，就是但是他常常有背痛啊。好，所以他这里是脊啊，其实就是背痛。四叠啊，阿多罗僧啊，这个是啊，我们说先讲四叠就是四折了啊，其实就是衣服，像我们袈裟折，那其实就折四折了啊，叫四叠四重啊，四叠就是四重，其实就是折四折，衣服有四重。那么玉多罗僧啊，这里又用玉多罗，前面卷一的时候是用僧伽里，其实它就是代表僧衣啊，代表僧衣而已啊。那在哪里呢？我们稍微看一下前面啊，前面哦，我们看
应该出家的时候了啊。那在哪里？是三页，我看一下啊。他说是用僧伽礼，冒衣僧伽礼啊，不知道在哪里，我等一下再看一下跟大家讲。啊，在十三页啊，十三页我们先看一下啊，十三页倒数一二三，倒数第三行，刚出家的时候用他好的衣跟人家换僧伽礼啊，这个我们说过，就是当时也没有特别所谓五衣七衣九衣这种啊，它是一块布而已，就是我们对衣稍微要有一点比较，就是原来的衣。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衣这样啊，七衣九衣五衣啊，还有二十五条衣啊都没有，甚至是福田衣都是后来才有的啊，这我们也说过。那这他的翻译有时候用，他不一定，但是大部分不是用僧伽礼，僧伽礼是九衣啊。那其实真正来讲，它是所谓的众衣了啊。那么这里又用所谓的郁多罗，郁多罗是七衣啊。那我们还是稍微先整理一下我们对一的概念。那么一基本上我们现在知道的就是三一五一七一九一啊。那通常像这种几条几条的一，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是后来阿难出家之后有一天啊，那么佛陀看到那个农田一节一节一个，那么他就好，那么以后我们的一也做这样一节一节。那为什么要一节一节？他说是割节衣，他叫做割节衣。为什么要一节一节呢？防盗啊，因为一般的人，因为你看那个衣为什么三衣不可以离身啊？而且你洗澡的时候衣要放在手拿得到的地方，因为你没有了衣你很麻烦，而且那个时候衣不像现在啊大量生产，那个衣不容易得到啊，所以衣比较珍贵，它常常会被偷。那即使你染色过，它还是会被偷，它可以重新染啊。所以它就后来就割解成一条一条。那么一般的人拿那个回去没有用，是这样啊，这是一个。所以后来所谓的五条、七条、九条，啊，那越厚重的衣要割解的越多啊，那才比较，因为拿回去它没有用啊，啊，主要是这样啊，啊，那后来就把它叫做福田衣，这个是。那后来我们就叫做五一七一九一，那平常就叫做啊，一般这个是阿难之后才有的，后来是叫做平常是作物衣啊，那么就是入众衣跟众衣，就是你要听法那个就穿七一，你要说法就穿九一啊，然后起食穿九一，这个是我们对一的一个概念。那么它基本上有几个原则啊，就是。大概一有四个原则啊，一个就是数量不能太多，就是三一啊，不能多了啊。你也没有说做藏衣这件事，没有啊，没有做藏衣这件事哦。那么当然后来就有很多改变了啊，就最多就是三件啊。那除了在结下之后你可以预留啊多久啊，那没有你还是要舍啊，就三一一波了啊。一就是原则上四种原则，一的四种原则，第一个你的数量不能。多就是三件，也不能太少，哈，太少没有啊，啊，就是三一，那两一也还可以，但是就是你还要尽量有机会就要补足，就三一，啊，然后材质不能太好，啊，因为太好也会被偷啊，而且不好，人家会积减，所以要杂也缠绵作衣，不可以用纯丝的什么样，啊，就是数量不能太多，质量不能太好，啊，款式啊不能。别意啊，就是你就是一块布啊，那后来有割解，你也不用啊，像现在有人都画龙啦、画凤啦啊，我们现在的衣其实很奇怪啊，就是它的颜色又很鲜艳啊，然后我们说颜色不能太鲜艳啊，那么这个款式它就是一块布，那你不能刺龙啦、刺凤啦，有的还刺佛像啦，然后那个衣又用纯丝的啦，又很好的啦，这些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红主衣或是袈裟。又有刺龙，又有刺凤的，然后又有镶金的，然后又红色的，红色的它已经违反四种原则哦。第一个，数量不能多，我们的数量已经都很多了哈。那不管它就是穿出来，数量不能多，质量不能太好啊。但是有些就是质量啊，纯丝的什么这一件很多少钱，其实它不可以的啊。质量不能太好，款式不能别异，就是你就是一般，就是一块布而已啊。然后
然后我们就是有很多啊，人家又这个又那个的啊，就是又秀这个又秀那个的啊，然后另外啊，就是我们说它的颜色不能太鲜艳啊，然后我们有红色啦、黄色啦、啊、紫色啦，这些颜色不能太鲜艳，款式啊不能太世俗啊，那么这个质量不能太好，数量不能太多，这是一的四种原则，这是佛基本上制定一的四种原则。那三种染色的方法啊，青灰木染啊，就青黑木染就是用矿石染色，用烧下来的树灰染色啊，木灰啊烧下来我们的那个灰用那个染色啊，用树枝染色啊，青灰木染基本上是三种染色四种原则。然后另外就是它的四种作用啊，就是一的四种作用，第一个别身份啊，识别身份啊，我是出家的，我是沙门，我是佛教的沙门，别身份啊，因为你要脱钵的嘛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遮身丑啊，你没穿衣能看啊，跟外道一样啊，别身份遮身丑啊，防风寒啊，就穿着不会冷啊，或者是怎么样，太阳不会直接晒皮肤啊，就是防风寒啊，就是御风寒啊，一样啊，防御风寒啊。然后第四个就是啊，这个防蚊蝇啊，就是别身份遮身丑，那么御风寒防蚊蝇啊，就是它的四种作用，这是我们大概知道啊。那他这里讲的玉多罗啊，那是七一啊，但是它不一定是七一啦，因为照理说佛陀如果有多一件衣，那一定是九一，不会是七一。为什么？七一是穿在身上啊，除非佛陀没有穿衣服。基本上，那通常有三个，一个就是啊，有时候三件五一七一，那一般五一是下犬，当然也有五一可能就是一般就是五一七一两件，但是一般五一是下犬，像南传的基本上五一就是下犬包着的，那七一是披着的。啊，然后九一有时候披着，有时候拿着，啊，那么天气冷的时候再加上去的，啊，或是要说法的时候慎重再加上去的。所以假设它有两种，一种就是佛陀也许背痛啊，所以把那个衣拿下来，然后要躺着，但是大部分佛陀即使要躺下来休息。那么也有可能，也应该也是穿衣服的啦。那七一拿掉，不然他就是他不可能七一拿掉穿九一啦，啊，但是也不能说不可能啦，但基本上就是穿七一，然后九一是带着的，然后冷的时候穿的，啊，然后所以照理讲啊，那么他是写玉多罗僧，但是我们说他的翻译有时候不一定，像他前面我们说十三页那里，他一出家就能跟人家换僧伽里啊，不是。他基本上就是换僧衣而已，他只是僧衣的代表。好，那他就把那个僧衣啊，就是叠四叠，阿难把它叠四叠，然后敷卧啊，就是给，其实就是给这个佛做枕头啦。啊，像他入涅槃的时候也是啊，啊，他也是躺着，也是躺在那个衣啦，但是他身上一样有穿啊，啊，他身上穿的一定就是五一七一嘛。啊，当然也有可能穿五一九一七一拿起来，但七一没有那么厚，九一比较厚，所以九一厚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做枕头，七一是比较薄，做枕头是比较没那么厚啊。那大部分应该就是他写玉多罗，并不是我们概念上的所谓五一七一九一，它就是僧衣啦，啊，就是我们的袈裟啊，那就是都一件把它叠起来的。好。那么跟他说我需水啊，阿难我要水，那奴不供给是奴突击罗罪啊。那么突击罗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就佛教里面只要有所谓五句啊，那么五种罪啊，那这个突击罗是最小的一种罪，最大的一种罪是波罗夷啊，叫做断头罪啊，就死了就死了啦啊，就是你犯了波罗夷啊，就是他，你就失去比丘的身份，不管你自己承不承认，不管人家知不知道，不管你有没有披袈裟，基本上你就是波罗夷，就是你不能再做出，你不能再披袈裟，只有一种例外，你犯波罗夷罪还可以穿袈裟，只有一种例外，
就是你当下忏悔，然后做血悔杀密啊，那是可以的。他还可以穿袈裟啊，还可以接受供养啊，但是就是你一直做血悔杀密啊，或是血悔杀密你啊，类似像这样啊。那要不然你再穿袈裟啊，那基本上就叫做贼住啊，这是波罗夷断重罪。那其实他主要是杀盗淫妄啊，主要是杀盗淫妄啊。那第二个是生产啊，生产是比较是重罪啊。如果波罗夷是断头，生产就是断手断脚啊，大概这样。但是他可以忏悔，他是可以忏悔的啊，他有十三生产嘛啊。那当然有一些罪治的比较重，但是实际上他没那么重啊。比如说有些像你在外面自己盖大房，那么他这个也是生产啊。那基本上是他主要是杀到淫妄，但是没有啊，没有犯根本啊。那基本上佛法的戒重在不害，佛法的戒重在不害啊，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不害基本上是不害个人，个人就是你不会伤害自己的修行啊，因为你只要造了这个罪，你自己本身就会受障碍，会伤害自己的修行。那不害个人，包括自己跟别人，那么主要是别人啊，那么自己也是，你修行你这样做，你会伤害自己，那他基本上就不行啊。那所以有分在家出家，如果你要解脱的，那你要离欲，那如果你不解脱的，那你离这个杀盗淫妄就可以了啊，那就不一样。所以八关斋戒你要离欲，那一般五戒离邪淫啊，就不伤害别人啊，那主要是这样而已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不伤害团体啊，包括群体，有很多很多个人形成的团体啊，那包括佛教的团体，那主要是佛教的团体或是社会啊，所以不违反国制也是一样啊，不伤害僧团这个团体里面啊，它基本上就是不害啊啊，不伤害个人的利益，解脱的利益，身心的利益啊，不伤害团体的利益啊，社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佛教团体的利益啊，因为你这样做会危害，给这个团体带来危害啊。那基本上佛教主要是所谓的不害啊，就是不伤害啊，不违反啊，不违反这个佛教的规律，不违反社会的风俗，不违反国家的法律啊。那么通常是这样的概念啊。那当然啊，那么你这样做会伤害你的解脱意愿啊，或是你要趋向解脱，但是你这样做恰恰跟你的解脱背道而驰，所以它就变成你违反了你当时的誓愿。你这样的行为，你有解脱的意愿，但你这样的行为不符合可解脱啊，就是你没有解脱的，你没有符合解脱的行为啊，那么这样就是叫做犯戒啊，那基本上是这样，或是说你这样的行为会伤害别人得解脱，或是伤害别人的利益啊，这个是从出家界来讲。那如果从在家出家界统一来讲，就是你会伤害别人的利益啊，那么个体跟群体啊，就是个体跟群体或是团体，我们叫做团体啊，个体群体的利益，那么这个是戒律里面最主要的概念。那我们有没有犯戒，或是怎么样要怎么样做才不犯戒，其实都是从这个角度上去出发去思考的，并不是从戒条上啊，比如说吃饭不吃饭，过午吃不吃这件事来说啊。那么吃不吃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大家都不吃啊，那么只有你们吃，那么人家就会想，就这个佛教团体贪吃，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他才治的嘛啊。那第一个就是你会这个明显人家会讥嫌，所以有讥嫌戒啊。我们说戒律主要是三大概念嘛，一个就是主要就是道德规范啊，然后是团体规约，就大家共住啊，你不要障碍我，不要障碍你啊，基本上是这样嘛啊，主要是这样。
然后才是生活准则。那生活准则就是你这样啊、你穿衣啊、吃饭啊啊、那么人家对你的看法，就是外面的人对你的看法。那你是代表佛教，所以你的生活习惯不好，就会让人家以为佛教都这样啊。然后第二个，你这种习惯也有可能伤害你的解脱，就是你这种习惯会养成懒惰、懈怠、放逸的习惯，那么跟你要去向解脱的这个意愿不符合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你会发现到，它一部分就是不要伤害个体，包括自己跟别人；第二个，不要伤害群体啊，这个佛教啊，或是这个僧团啊，或是这个寺院啊的这样的给社会带来负面的影响啊，基本上是这样 啊。所以我们说刚才说，比如说啊，你都过午不食这一点，这个，那么它一部分是顾虑到社会，因为多数很多沙门集团都也是都过午不食的。那为什么你们佛教这样？反正那些啊，佛陀觉得，哎，过午不食也不错，而且减少了很多麻烦，那么也对你修行有帮助啊，啊，减少了贪心，所以他就吃啊。但是如果你真的生病需要吃，那就吃，因为重点是，如果这个影响不大，但是因为你不吃，你不能修行，生病甚至怎样的，那这个。本来这一自修戒戒是要让你有合乎解脱的行为，来达到你要趋向解脱的意愿。但是现在这个反而障碍了啊，这个戒反而障碍你可以得解脱。那么这个是跟我们根本原则相违反的，所以它就有开源啊，类似像这样。所以我们思考戒律，不要从戒条上去想啊，要从这个角度上。所以彼岸也因缘所显嘛。啊，就是你研究戒律，你要从为什么制这条戒，它的目的在哪里？那你要了解这些，其实你就很好持戒，啊，基本上是这样的，才不会有那种戒禁取了。好，那这个是我们就刚才讲到啊，这个这些戒啊，波罗夷断头罪、生残罪啊，那么就是断手断脚的波益提是你这样做，它算轻罪。这个波罗夷跟生产都算重罪啊，那么波罗夷是最重罪，那生产是重罪，波益提其实就算轻罪了啊。但是轻罪他说，你如果没有好好防护啊，好好调伏啊，好好忏悔，你这样做了会让你堕落啊，就是有可能你会犯生产啊，犯波罗夷啦 啊类似像这样啊。所以波益提其实就是轻罪里面的人令堕落的罪啊，那他也其实也不是那么重啊，比如说打比丘、博比丘啊，那你骂人啊，那你如果没有忏悔，那么你会越骂越多，那你会结恶缘、造恶业啊，产生恶心啊，那么这些后来都会形成你的障碍啊，烦恼障、业障、报障，你是这样，就是后来能让你堕落。那所以你一旦做了，你就是要了解，第一个你这样是做错的啊，第二个你要好好忏悔，你要好好对治，你要好好调伏啊。那如果你一次两次每次都这样，你不当一回事，那么它就能让你堕落啊。这个是波益提的一个原意啦啊。另外有所谓的波益提提舍尼，叫做舍堕啊，它就是你要舍掉，要不然它会让你堕落啊。比如说拿钱啊，衣多几件啊，类似像这一种啊，就是你拥有这些东西，它会让你堕落，所以你必须要舍掉，然后再忏悔，啊，以后不要这样，啊，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叫做图吉罗，啊，就是五大类里面呢，我们基本上分五大类，这个是最小的啊，图吉罗，啊，恶作轻罪啊，那么基本上就是它算是轻罪里面比较轻的了啊。那忏悔两种，一种是责心忏，你自己啊认错就可以了；一个就是啊向别人说啊认错啊，这样就可以了。啊，好，那现在讲到突击了，就顺带了啊，顺便我们讲这个所谓五句啊，主要的，当然也有讲七句啊，那主要就是这五句，五叫做啊，有时候叫五篇呢。好，那么他又说啊，那佛陀说要水，那你怎么不给他水？所以你突其罗罪，突其罗，就是你有过失啊，基本上就是你有过失，你要忏悔
阿难就说不是的啊，那个时候事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五百乘车啊，就是非常五百是形容很多啦，你不要把它当成真的是五百啊，就是非常多的车截流而渡啊，很多车跨过那个河水啊，就刚好经过一个河水嘛啊，然后佛陀说你去舀一些水来，然后要去舀的时候，很多车跨过那个河水，他们的车是马车啦。啊，马踏过，然后那个车轮啊，就是这样跨过，非常多车过，所以你看那个河水有那个很多车经过，那个河水就浑浊了，浑浊了，你拿那个水给佛喝，那还让你喝？你一定要等到那个什么水在沉淀的时候再喝吗？啊，一样是这样的啦啊，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拿啊，那它是有原因的啦啊，但是大家就说，就算水浑浊。佛有大神力，能令大海浊水清净，你何以不语？啊，那站在大家喝的角度这样讲也没有错。但是如果是这样，那佛大神力，佛用神力去把水取过来就好了，是不是啊？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佛有大神力，为什么自己不去取呢？啊，就是说他让阿难去取，因为佛平常也不使用神力的，佛平常不使用神力，像大家说要去释迦牟尼佛要去那个。就释迦牟尼佛已经入涅槃了，大迦叶要去见佛，他也不用神力，啊，他用飞的一下就到了，为什么要走那么多天，对不对？啊，飞的，但是他说我要去见佛，我不能用神通，啊，这样不虔诚，啊，他也是这样想。那如果我们照大迦叶这种思维来看，那佛有大神力，能够让大海浊水清净，那为什么不能取水来自己取水来？啊，那为什么不能让他的口自己滋润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没有不要把神通想象成好像说一切都可以做得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佛尽量是跟世间人一样啊，就是他就是让阿难去要水来，但就算阿难没有要到水，其实佛也不会说口的很难过，其实也不会了 啊只是说啊，这个身体需要水就给他一点水啊，那你为什么不给？是奴之罪，奴去做图吉罗忏悔，啊，就责心忏了 啊自己啊，或是像一个人忏啊，我因为怎么样，我某某人因为啊什么时候什么原因犯了什么过失啊，今向大德忏悔，愿大德听我忏悔，我今向大德忏悔，故后还得清净，不复更作啊，就反正就是这样，啊，如果你们有在举行忏悔，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念，啊，但是有更简单的就是啊某某人我犯了这些罪，我今向大德忏悔。啊，因大德听我忏悔，啊啊，然后就讲啊，奴知罪啊，我知罪啊啊，那就基本上就，但是我们现在忏悔好像很少了啦，比较少了啊。那天主教的也有，天主教的他们也是那个修女啊，他们也都是这样，然后他们也有举罪啊，也有举罪。如果你自己犯错，你没有讲，那人家讲你做了什么错啊？但是也跟我们一样，忏悔当场忏悔清净，就不要再记在心里面，也不要去跟别人讲。啊，不过我们现在大家第一个生团没有这种习惯，然后大家个人的素质也没这么高啊，就是那一种共识没有，所以就算有罪，老实讲大部分的人也不敢忏悔啊，真的都会变成这样了 啊所以这个也是制度的问题，还有人呢，就是说大家在佛法的概念跟戒律的这种观念上没有建立，就是大家学习佛法很少接触到真正的佛法是在讲些什么，那么佛为什么治这个戒啊，那么他是在规范什么，那么这一点没有，那么所以后来就变成啊，就算送戒啦啊，我觉得啦，真的也就是徒有形式而已啦啊，就是大家念一念嘛，哦，大家全部罪全部忏悔，哦，全部清净啊，其实就是他没有办法达到忏悔，基本上就是两个原因，两个重点，忏就是认错嘛，悔就是改过嘛，啊，就是这样而已。那为什么要在大家面前认错呢？他比较不容易犯，因为你跟大家许诺了嘛，大家都知道你犯过这个过错，所以你就会比较警惕。问题是让你警惕，不是让你难过，啊，也不是让你一直后悔，不是让你没脸见人，不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已经，我觉得已经很难回到佛陀的那个时代的那种结魔法了。
不过如果是真的依佛陀那个时代的解闻法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即使在佛陀时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啊。那所以但是大部分的人比较容易做到了，这样的话其实是自己心比较会有力量，因为忏悔在大众前忏悔之后心比较会有力量啊。但是因为现在连法都不清楚了，何况是律，如律是为了如法的啊。你有这样的符合这样的规定，就是有符合有符合解脱的行为，那么你有解脱的意愿，那么你有解脱的正确方法，那么你趋向解脱。原来是这样的，现在解脱的方法也不清楚，也没有人在修啊，现在没有人在修怎么得解脱，只是多数都是怎么往生，怎么不堕三恶道就好了啊。那这样其实跟佛法差很远啊，就是有解脱的意愿，这是第一点，要有解脱的意愿，要有趋向解脱的意愿。可这一点意愿基本上现在的很多人没有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有趋向，要有正得解脱的方法啊，就是你要有那个正确的方法啊，然后要有合乎解脱的行为啊，然后就是那么你知道了有方法有正确了啊，然后你有这个意愿，你有那个方法，好，那么你努力去实践，有符合解脱的行为，那么渐渐获得解脱啊，其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看来看去，基本上我们不求解脱了啊，大概只求这个，只求不要堕三恶道就好了，然后死后能够往生净土，大概这样。那所以解脱的方法不重要，因为第一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这一生不可能得解脱啊，这一生我不可能得解脱。那既然这一生不可能得解脱，因为有可能是末法的原因，有可能是业障重的原因啊，有可能是时代的原因，就末法嘛。那就算有人得解脱，那也不会是我啊，我业障这么重啊，智慧这么薄啊，这智慧愚钝，业障深重啊，大概都这样。所以这种怯懦的心的人多，所以他不求解脱，不求解脱，那我都不求解脱，你给我解脱的方法我也用不到啊，用不到我学那个做什么？我学来做什么啊？那所以大部分的人不学，因为他觉得他这一生用不到，所以他不学那个啊，那学那个也没用，问题是没有用。如果有用我就学，那就算我学了，我这一生也不能得解脱啊啊！为什么这一生不能解脱？那已经是被决定的、啊、宿命嘛。末法一人修习汗滴得道啊，我一念佛得度生死，就我好好念佛就好了，我还可以，我到极乐世界，那我就等于解脱了啊！我修那些做什么？我了解这些做什么啊？那不需要啊，我只要在，就算我会堕三恶道，我最终念佛五逆十恶，我都能往生啊。有这种观念的人很多、哦，那你说，那你学解脱做什么？你知道解脱方法做什么啊？那你就好好念佛就好了啊。那这些罪啊，我不管犯什么罪啊，我好好念佛，一生佛念一生佛就可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了，我怕什么？对不对啊？那到最后不管我有多少罪，我去极乐世界啊，我就不退转了、啊、无生法忍啊，我就决定成佛了，一生成佛了。我告诉你，你要有这种观念，你会害死你自己的，真的啊！你生生世世你都没有正法，你来生再来的时候，你有很可能会信谁？信像现在的妙禅啊、妙天啊、啊卢胜彦啊，因为你没正见嘛。啊，谁比较能灭罪？谁比较有感应？谁人比较多？谁声势比较大？你就靠近谁。啊，你会因为权威而相信，你会因为传统而相信，你会因为多数人都相信，你就相信。危险，这一生没有正见，来一生。没有正见，没有深入佛法，没有法缘，没有跟正法的因缘啊！但是你又好要学习佛法，可是你的佛法不是正法，所以你就很容易遇见那一些邪非法，法说非法，非法说法的，律说非律，非律说律的，你就很容易相信，因为你很容易感动，你只相信感应，所以你都是那种情感在作祟，你未来。啊，谁讲的不可思议，谁表现的神乎奇迹，啊，你就相信谁。
完全没有逻辑，完全没有正法，很危险。这一生你还可以看到，你还可以看到正法，但是你不学习，你就相信那一些最快速、最容易、最简单、最圆满、最就近的法。我告诉你，佛法没有这种法，佛法所有的法都是如是因如是果啊，这是我在佛教界里面看到了，大概都是这样的。那我就说这个很可惜啊，很可怜啊，很可悲啊，啊！那我们哈，我们真的要学习佛法，真的是要，真的是要好好的思维。佛法到底是什么？佛到底说了什么？我到底修了些什么？我修了这么久，到底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啊！真的是要先问这个问题，要不然哦，好不容易做人，做人又好不容易学习佛法，好要佛法，结果啊！好好的一颗珍珠拿去打小鸟，啊，小鸟还不一定打得到，就算打到了，珍珠也没有了，得到一只小鸟，啊，那也没有什么意义，啊，那拿你的珍珠好不容易得来的人生拿去打小鸟，拿去换这种，啊，那一种跟正法因缘不深的，啊，那未来，啊，你说那未来我不来了，我在往生极乐世界了，啊。你真的会往生极乐世界吗？啊，那好好想这些问题，啊，其实你要真的能够往生有佛国土，那还好，啊，但是如果你看《一般若经》讲，你要真正能够往生有佛国土，有佛国土，必须你会要跟正法相应，因为所有的佛都说正法，都是依正法，所有的佛都是依正法成佛的。多说正法令众生成佛，你不跟正法相应，你怎么生到有佛国土？所以般若经讲哦，啊，那个菩萨摩诃萨如果以般若相应，般若就是佛的正法，啊，能够解脱的正法。你如果以般若相应，从此间命中，你如果往生了，你不用发愿，自然而然，因为佛法是缘起的嘛。自然而然，从一佛国至一佛国，终不离佛。这个是般若经说的啊，这合乎道理啊。为什么？你如果做了十善业，你不用发愿升天，你就会升天。你做了十善业，你不用发愿升天，你就会因为你的十善业升天。你修禅定，你不用发愿，我要修到色界天，不用。你的业报，你的因缘，此心此业此缘，你就会升到色界天。你得无色界定，你不用发愿，你此心此业此缘，你就会升到无色界天。你做了三恶道的业，你也不用发愿，你发愿也没有用。我不要堕三恶道，你还是会堕三恶道。为什么？一心一业一缘，你的心跟正法相应，你的心跟正法相应，你一定会升到有正法的地方。你的心好要学习佛法，但是都是相似佛法，你就会很容易遇见相似佛法的人，你会跟他相应。这种，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啊。好，我们再来看，啊，那么这里说到啊，那他说好，现在就讲到啊，这个第三个了啊，大家就又讲啊，你看这里讲到四神主了啊。好，四神主我们等一下再来讲啊，然后做一下，我们先念。若有人四神主好修，可祝寿一劫，若减一劫。好，这个是佛法里面常常说到的，就是说如果你有四神主，那四神这里说四神主的话，你可以延长寿命，有一点像修仙啊，羽化登仙这样，他寿命可以很长。一劫到底是多长啊？一大劫、一中劫、一小劫又不太一样。那如果要用增减劫啊，一百年减一岁，一百年增一岁，啊，那一小劫也一千多万年了，啊，那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啊。比如说啊，十万年好了啦啊，我们只是举例哦，喔，啊，事实来讲有可能多啊，但是我们就举例，就是十万年好了，一劫是十万年，一小劫十万年好了，啊，如果增减劫是一千多万年哦，喔，一千三百多万年的样子。一小节是一千三百多万年，一大节是，一亿不知道几亿年啊。好，那这个我们觉得太多了，就是我们不要写那么多，就是举例就是啊，十万年好了。
如果你有四神主啊，那么你可以延寿十万年。那四神主到底是不是共外道的？如果四神主有两种说法啊，一种就是主要是定啊，但是有一种就是它也是一个修行的一个次第啊，那么它是定慧具足的。像大智度论啊，他也讲到啊，四神主其实是定慧具足的，它不单单是定。但一般的解释，我先说一般的解释了哈，基本上就是四种修定的方法啊，得定，而且是神通啊，定也引发神通嘛啊。那我们说定主要有三种功能，主要有三种功能，调伏烦恼，因为定是色界的东西嘛，所以它一定会调伏欲界的最根本烦恼，离欲清净，调伏欲界无欲啊，它对无欲不产生兴趣了啊，所以一般的戒基本上都是在防范无欲的，对我们造成障碍啊，造业障碍。那么有定了啊，那么你自然而然对无欲，世间的无欲不起兴趣了啊。那么另外啊，它就是可以引发神通，就是有超常的身心经验。第三个就是引发无漏慧啊。那照理来讲，三十七道品都是可以得解脱的啊。那两种，一种就是四种修定的，四种修定的不同啊，叫做四神主啊。但是一种就是说它是啊依欲，然后努力，然后修定，然后修慧啊。好，我们先下课，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问题。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四神主。那么这里四神主有几个问题，一个四神主是什么，第二个是四神主能够祝寿一节，那么他包不包括外道有四神主可不可以啊？如果四神主是定的话，那么定是共世间的，外道也有定啊。但是佛法的重点不在定，它在会啊。所以佛的修行方法绝对不是教你怎么修定而已。那么但是没有，它重点是在无漏会啊，因为重点是怎么得解脱。但是要得解脱必须有无漏会，要有无漏会必须要有定，最小最少最少要有电光定，我们叫做味道地定，或叫做九住心啊。那么九住心里面啊，那么最后一个等持或专心啊一去啊，那么极尽最极极尽啊，专注一去等持啊，那么应该是最少要有这个到这种程度，那么它才可以引发无漏慧。那么如果定你有七一定，那是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引发无漏慧。所以定的最大作用，定的最大作用从佛法里面来讲，在引发无漏慧。那么最基本的定可以调伏烦恼，然后最高的可以就是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是要调伏烦恼，因为你没有定你不容易调伏烦恼啊，你会对你会被五欲所束缚。有定的话，那么对五欲的束缚就比较没有那么重啊，所以在这个叫定共戒嘛啊。那要不然你要变成你要克制啊，你没有定你不容易调伏烦恼，你很勉强的克制压抑啊。但是你有定的话，就比较有心，比较有力量，定有增上力，它让的心有增上，可以有力量。所以定有时候叫增上心学嘛，三学，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增上慧学啊。那么增上慧学一定要从增上心，要你心有力量。心为什么没有力量啊？被烦恼分散了嘛啊，执着这个执着那个啊，起那个起烦恼那个起烦恼，第一个是散乱啊，分散掉了，第二个是烦恼脱掉了啊，就是掏掉了，掏空掉了啊，主要是这样，你的心才没有力量啊，被烦恼不断的掏空，又被境界不断的分散啊，所以你的心就比较没有力量，所以他要把它集中起来，而且让烦恼不起作用啊。那么这样心有力量，心有力量的情况下才能够引发无漏慧，才能够好好思维，深入的思维，反复的思维啊。那么你要反复的思维，深刻的思维，你才会有一些发现，那么渐渐发现你会有一些体验啊。其实佛法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你的心，主要是你的心没力量，心没力量你很难突破了啊。那所以修定的最主要目的是这个样子啊，从最初的调伏烦恼到最后的引发无漏，趋向解脱啊。这个是佛法里面的定，跟外道的定不太一样。那么如果从这里来看，那么当然外道如果有定，外道有定应该也可以啊，可以祝寿一劫。所以外道有那种修仙道的仙人，可以基本上道家里面或是说修仙道的里面应该也有这一种，就是他可以延长寿命啊，或叫做返老还童啊，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也有个极限，也有个极限啊。啊，这里的四神主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说它的定义是什么啊。那如果依大智度论说啊，它是这么说啊，得四种定，色心故啊，那么智定力等，智力跟定力啊，那么定通常就是定慧了，定慧均等啊，基本上我们叫做三昧啊。那么故名神主，那么神是神通如意的神啊啊，主是基础啊，基础，那它是这样啊，所以神是指神通啊，那么或叫做四如意主，那么你有殊胜的神通啊，你就比较啊，那么随心如意啊，那么主是一指啊，就是基础，他一指他一基础，所以他的体现，这个是燕顺导师说的了，他的体现是定啊，那么定是神通所一指啊，这个是约修学的着重
啊，所以它是得定的四种方式，啊，那基本上来看，欲，啊，这个是个别个别的啊，欲情心观，一欲，希望，依你的希望，那么这个叫做真上心嘛，啊，就是说你有善法欲，啊，像《般若经》大般若经里面，你要打坐之前都要起这个希望，我因引发殊胜尽力，由之发起殊胜神通。我每次打坐，我念这个般若经，我念了几遍，我就把这个背起来，啊，就要打坐之前就要这样念，就引发这种，就有那种一欲之力，你那种希望，那种企图心呐，啊，啊，就是你有那种意愿呐，啊，我能引发殊胜尽力，殊胜的禅通尽力禅呐，啊，我能引发殊胜尽力，由之发起殊胜神通，因为这样能够发起，能够得定，然后得神通，啊，那么这是。基本上啊，里面它叫做一欲之力，希望得到殊胜禅定。那么情啊，就变成四种修定的，你怎么样得，你怎么样修定，怎么样得定，有四种方式了 啊。那么一情之力，因为精进用功以得禅定啊，你不断的啊观呼吸啦，这样这样啊，然后这样以得禅定。那么色心专一以得禅定啊，基本上这四个也不是不相关的啦啊，只是说。他从着重在哪里来说，啊，着重戒，着重定，着重慧，但最后都是一戒定慧得解脱的嘛。你不可能只有戒没有定没有慧啊，啊，因为你可以偏重，但不能偏废，啊，那这个其实也是一样啊。那么这个是一心之力，那么一观之力，以智慧思维观察得定。好，但是这个是就偏重啊。那么得定的四种方式，那另外我们说它不可能不相关的，所以它也是一个次第，啊。有修定的意愿啊，这其实一样。然后精进修行啊，然后修行之后，到了一个精进修行的过程，到你得定，你得到一心啊，有一心，那么这个定还可以不断增长啊。比如说你久住心，然后到初禅，初禅到二禅，二禅到三禅，三禅到四禅，四禅这个是色界定，又到无色界定，就这样啊，不断的增长，不断的增长，然后增长之后，你又可以出入自在。啊，狮子奋训上面，从无想处定到四禅，从四禅到初禅，你不用一阶一阶，你可以跳来跳去，啊，而且可以随时要入定就入定，就是不断训练了，啊，然后就是那慢慢，不是为了要得定，修定不是为了要得定，他的目标不是为了要得定，要得什么？要得解脱，啊，要无漏慧才能解脱。啊，所以他不能没有观察思维啊。那么思维什么？基本上就是缘起无我，无常无我啊。那缘起中道，思维一切法的实相，就思维这个，没有这个就等同外道了啊，就变成外道了啊。基本上，所以佛法啊，它是要引发一定而引发无漏慧，重点在这里啊。那四乘组应该也可以作为像三十七道品一样，跟四念处、四正前是。四正寝有三个事嘛，就是四念处、四正寝、四如意觉有三个事啊。那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基本上它是以上是一样的。那我们说三十七道品有两种说法，它是一个次第啊。那四念处、四正寝、四如意觉啊，到八正道啊，我七觉知到八正道圆满。那其实它是每一个都是个别独立的修行，依这个都可以啊得解脱的，其实是这样的啊。不管你是依四念处。可以得解脱，一八正道可以得解脱，一七觉智可以得解脱，一四乘组依然可以得解脱啊，因为它有所谓的观，那这个慧一定是佛法的无漏慧，它不是有漏慧啊，有漏慧是共世间的哦，但是有漏慧当然基本上也有共世间，也有不共世间这一部分啊，那但是有漏慧是世间的啊，从有漏慧到无漏慧，那无漏慧就是正所成慧啊，有漏慧呢？闻思修，啊，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再加上你与生俱来的，你过去带来的，过去修行带来的，啊，那么这个智慧，那每一个人过去有修没修，修了多久，啊，就不一样啊。你过去是出果，然后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啊，就很快了，听了一个缘起记，你就知道了。那你过去是从畜生道来的，啊，那就障碍多一点，啊，那你过去是天上，但是天上你是正出果来的。那有些是天上，你不是正出果的，啊，你是因为修定升到这个色界天里面的，然后从色界天再下来，
啊，但是你没有证件，那就不一定啊。所以他还要跟你在用功之前，你具足了什么有关系。所以佛弟子也是这样啊。舍利弗、目犍连只听到诸王应身、诸王应面，他就正出国了，啊，也很快啊。但是你说这个罗诃罗，五蕴六处缘起，反复想还不能得，啊，那禅陀更糟糕。但是他最后还是得，佛陀叫他观五蕴。有些五比丘不乔成儒，只要听到这个四谛或观五蕴，他就证无我了，啊。但是有一些人听了不能证，他要反复思维、反复思维、反复验证啊，其实是这样。所以每一个人因为过去生的修学不一样，那么今生努力不一样，所以结果会不一样。即使过去生都一样的，但是今生的努力不一样，那也不会一样。那么过去生不一样，今生又不一样，所以它就产生种种种种的差别。佛弟子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哦，我们这一生不管我们过去生怎么样，我们这一生应该要努力深入佛法，理解佛法，修正佛法，那么等待时节因缘，一定可以得解脱，啊，就是你只要这一生努力，就算我过去生都没有，我这一生也有，啊，那这一生如果过去生有，那我这一生就很快，啊，那不一定，但是我不管过去有没有，那肯定有，不会没有了，啊，不会没有，没有你怎么可能学佛？你怎么会来听经？不太可能，所以一定有，但是有多少又不一样，又不一定，啊，那所以。但是我们今生不管多跟少啊，不那么一定是有，但不管多跟少，我就是努力啊，多我让它更多，好我让它更好。那么今生就算没解脱，我这一生我下一生也决定比这一生更趋向解脱啊，要有这样的观念跟意愿。好啊，那这个是所谓的四神主，可祝寿一劫，若减一劫。所以啊，佛说四神主啊好修啊，这个应该是佛说四神主好修啊，欲祝寿一劫，若减一劫啊，就是佛曾经这样去说了啊，如果你修四神主，那么你可以延长寿命一劫啊，就是在一劫左右了。如默然不答啊，那你都没有回答。佛已经跟你讲修四神主可以延寿一劫，你就要自己知道了啊。那你要请佛注释啊，啊，由奴故令佛世尊早入涅槃，是奴徒极罗罪。因为你不请佛注释，所以佛就入涅槃了，啊。好，如果那个时候阿难请佛注释，佛会不会注释？其实也不会，因为佛已经决定要去居士那入涅槃了。那么当然前面是有魔请他入室，就是请他入灭了，那么佛也答应了啊。但佛最主要的并不是魔的问题啊，有没有人请的问题，因为他在《一教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嘛啊，我应该度的我都度了，我留下来也没有意义啊。那阿难入涅槃也是这样啊，阿难入涅槃是哎呀，我留下来对佛法也没有意义，对众生也没有什么特大帮助啊，所以我就要入涅槃了。那佛陀已经把要解脱的方法都留下来了啊，那你不用你他留下来没有意义啊。就好像说我们说那里有一池水啊，那么以前人都渴死的很多，现在佛告诉你，你只要啊去那边取水啊，或是你在这个地底下往下挖都会有水，挖多久啊，那么挖几尺，那么就会有水，那么你就拿那个水来解渴，他已经把方法告诉你了。那么佛在不在都没有关系，因为取水的方法怎么取水都跟你讲了啊，这个就是甘露水嘛。所以你只要照着这个方法，你就不会被渴死啊，你就照这个方法去，你去请佛来，佛也是照告你跟你这样讲，你还是这样做啊。所以《一教经》里面讲佛入涅槃，是因为他应该说的他都说了，他应该说的都说了，他应该教的也都教了啊，那大家只要依法修行就好了，那么都可以得解脱。那么他就算留再久也没有意义了啊。那大家说有佛在啊，那我可以慢慢来啊，嗯，就变成这样。像禅陀就很好的例子啊，禅陀佛在的时候他没有不要不进啊，就是不要，就是没有什么，就不管了，他就是佛是我教佛，法是我教法
啊，好像靠佛就可以得解脱一样啊。结果佛入灭了，他就开始紧张了啊，糟糕，佛都入灭了，阿罗汉都入灭了，我都还没解脱啊，就开始紧张，到处问怎么得解脱，怎么得解脱。他如果早一点这样，那不是很快？还好后来问到阿难，阿难慢慢跟他讲，不然他也没办法啊。那你看，他就是认为啊，佛在啊，反正有佛可以靠嘛啊，担心什么？佛都还在，紧张什么啊？你变成这样啊，所以佛入涅槃基本上，他不是说有人请他就入涅槃，没有人请，没有人请他就入涅槃，有人请他就住世，不是的，他自己也知道什么因缘啊。那么住世不住世，是对众生比较有帮助还是没有帮助啊？那他也有可能是入涅槃，可能对众生还比较有帮助，因为他要留，因为大家变成重点是法，重点是佛所说的法，可是大家都变成重点放在佛身上。那你所以佛在阿含经里面常常讲这个啊，你就算在我身边，你不照着我的法说说法去做，你就离我很远。你虽然离我很远，但是你听我问我听闻我的法，依着我的法修行，你就像在我身边一样啊。那这个是在阿含经或律典里面常常见到的。那重点就是依法修行，如说修行，如佛修行。那我们现在不是，我们现在重点都放在佛身边，可以见到佛，不是见到佛是为了闻法，闻法是为了如说修行，依法修行，依着佛说的方法修行。你只是见到佛，然后你就觉得佛就可以加持你，自然而然在佛身边，自然而然就可以解脱，自然而然就得无生法忍。我告诉你，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是因为种种的因缘啊，我们现在都有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一生一心一意，啊，一生所希望的就是能够在佛身边，那一切都只要在佛身边，那么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不是的，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你就算在佛身边，释迦佛时代也有很多都在佛身边啊，他并不是在佛身边就可以解脱啊，啊，那就算你跟着佛出家，你都不保证你解脱啊，为什么？你法说非法，非法说法，你不依法修行，你不调伏自己的欲贪，不调伏自己的烦恼，你都不一定解脱啊，都不能保证你不堕三恶道啊，都不能保证，你就算跟着佛出家，都不能保证你不堕三恶道，何况你在佛身边，你就可以不堕三恶道，你就可以得无生法忍，自然而然的，不是这样哦，啊，那这个如果其他佛做得到的，释迦佛也都做得到，不然不能叫无上，就是同等同等，再上去没有了，大家都一样，成了佛是同等的圆满，没有哪一尊佛比哪一尊佛厉害，没有这种观念。这种观念只有在阿罗汉有，智慧第一啊，神通第一，说法第一啊，这个梵呗第一啊，就种种的第一，在佛没有第一的，佛是同等的，叫做无上啊。那这个我们要知道了。好，那这里讲到啊，说你没有让佛，你没有请佛住世，那么所以佛早入涅槃。其实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很多人请佛住世了。我看那个律典或经典里面，大爱道请过佛住世，那大爱道知道佛要入涅槃嘛，所以他也先佛入涅槃，他请佛住世，佛也不答应。那么目犍连不是被打吗？打到快流血了，那么就去跟舍利佛告假说啊，我身体这样啊，那我想要入涅槃了。那目犍连神通第一的，有没有四神主？有啊。目犍连如果要住世，可不可以？可以啊，他有四神主，他也可以啊，啊，所以舍利佛就跟他讲，佛曾经说过有四神主可住一劫，这佛很早就说了，舍利佛也跟目犍连这样讲，啊，说这个是《正阿含经》记载的啦，啊，然后说这个佛说这个有四神主，他也是提醒目犍连了，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早走啊，啊，你可以不用那么早入涅槃了，啊，他说佛说有四神主可住一劫。那么目犍连怎么说呢？就说世尊不久就要入涅槃了。啊，目犍连知道，目犍连说世尊不久就要入涅槃，我不忍见世尊入波涅槃。啊，就是佛弟子有两种，一种就是不忍见世尊波涅槃，所以他先波涅槃。啊，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大爱道，包括这个舍利佛、目犍连，还有这个最后度的须跋陀罗，都是这样。啊，这个另外一种是，世尊还没波涅槃，我不敢先波涅槃。啊，你看这两种都是尊重世尊哦，但是思维方式不一样哦。啊，世尊什么时候要波涅槃？那么我不忍见世尊先波涅槃，我见世尊波涅槃，我难过。阿罗汉不是无情哦，阿罗汉只是觉有情、觉悟的啊，他心里面有一些感伤啊，啊，那么当然因为感伤世尊、感伤这些众生啊，但是他不会悲哀这种，类像这样啊。那么所以一种是像舍利佛、目犍连、大爱道这一种、须跋陀罗这一种啊，因为我不忍见世尊先波涅槃，所以我在世尊波涅槃之前，我因缘我就先波涅槃了。啊，另外一种是，我不敢先世尊波涅槃，世尊还没波涅槃，为了尊重世尊，啊，那么所以世尊涅槃后我才涅槃，那这种是也是很多啊，也是很多这种的啊，所以大概就是有这两种。好，那我们讲过，有没有人请佛注视过？在阿难这个迦叶呵责这个阿难没有请佛注视之前，有没有人请佛注视？有的啊，因为我看这个律典跟经典里面都有记载。那包括目犍连啊，要被打要诺远，他就跟舍利佛讲，舍利佛说，佛说世尊主可以注视一劫，一劫有余啊，那么你可以注视啊。那目犍连说，因为我不忍见世尊波涅槃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我现在的身体也很疼痛啊，那虽然有神通，他神通他没有办法说，哎，那我用变的把身体又变好，没有，他也是要好好调养，好好调养，因为这个是业报身啊。你说那我神通好，那我舍掉这个，我变一个金刚不坏之身，没有啊，不是这样啊，神通不是这样的 啊。那么所以他说第二个是，现在这个身体也真的是疼痛，我真的要，因为他有能力啊，他有能力，他因为阿罗汉是身苦患，心不苦患嘛。身痛，但是他心不会苦，身会痛苦，但心不痛苦。但是心不痛苦，身还是痛苦啊。那所以苦还是苦啊，苦是一种心所啊，苦是一种心所，他还是苦啊。但是他不会因为这样起烦恼了，只是这样而已。那所以目犍连入涅槃的第一个原因是，佛不久要入涅槃啊。那么我不能先见佛，我不能见佛入涅槃，所以。那么现在既然有这个因缘，那我就先波涅槃。第二个是，那我现在的身体也其实是很痛，那么我也不用，没有意义再受这种痛，反正不久我也是要波涅槃，那我何必现在受这种痛苦呢？我就先波涅槃就好了啊。所以啊，目犍连是因为这样波涅槃的。那目犍连要波涅槃，舍利佛也要入涅槃啊，所以舍利佛就去跟佛告假说，因为目犍连要入涅槃啊，因为他们两个是很好的哦，一同时出家，他们两个是世家，就是他们两个家庭都很好，那么都是婆罗门种的，那么一起出家，然后一起就是非常好的善法侣啊。舍利佛跟目犍连是这样，好像以前的交跟梦一样啊，那么梦不离交，交不离梦的，然后两个人同时，你修道了，同时修道，那么同时出家，同时依止善落语，那么两个人彼此说谁先修行，一定要马上告诉另外一个人啊，然后所以后来这个两个人非常好。那是目犍连要波涅槃了，舍利佛说那我要波涅槃了。舍利佛没有变，舍利佛其实也常常生病了，但不是像目犍连这样生病的那么严重。舍利佛其实是常常生病的哦，身体不好的哦，啊，那所以后来他说他也要波涅槃了。然后他就去跟佛陀告假，那佛陀也跟他讲啊，佛陀也跟他讲啊，啊，他说啊。他说：“你要灭度哦，啊，佛陀。”他说：“舍利佛说是的，我要灭度，连目犍连要灭度了，啊。”然后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也一样跟他讲啊？有四神主，舍利佛的神通真的要讲起来是比目犍连厉害的，但是舍利佛以智慧称第一。舍利佛、目犍连真的要跟舍利佛比神通，其实真的来讲，目犍连的神通，看哪一种神通啊？但是目犍连的神通其实是比不过舍利佛，啊，这个在经典里面也有讲哦，啊。”那但是目犍连是比较重在这个神通变化这边啊，但是真正要讲神通，目犍连舍利佛的神通还是厉害的，他也有四神主啊，
所以佛陀就跟他讲，四圣主可以祝寿一劫啊。舍利佛怎么说？就是意思说，那你可以不用那么早入涅槃啊。他说如果佛祝寿，我也祝寿。佛就不讲了，我就不讲话了。舍利佛也劝过啊，佛可以祝寿一劫啊。其实啊，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一下经典，你们就会看到很多这种记载。其实因为佛在三个月前他就宣布要入涅槃了嘛，那么之前有很多人就知道佛要入涅槃了，那所以有一些人劝佛入涅槃，劝佛注释啊，不要那么早入涅槃啊。那当然佛如果真的要留下来也可以，其实也可以，但是留下来也是有限啊，也不可能。如果当时佛真的留下来，那现在舍利佛、目犍连应该都还在，很多阿罗汉都还在啊。那因为一劫至少一定超过十万年了啊，那现在都还在啊。但是如果都还在，会是什么情形呢？会不会被研究单位抓去做研究？我看也是很难说了，真的会做种种的实验怎么样啊？就很难讲啊，这种东西。但是他也抓不到佛，老实讲啊，他抓不到佛。但是佛法就会被当成另外一种特殊，不知道什么样来看待了。真的就是也很难说了。如果延到佛弟子都延到现在，然后会造成什么现象呢？其实法还是比较，就是真正的还是法啊，真的还是法。那么即使佛在，他也不会随便显现神通，不要佛弟子也不会啊。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呢 啊。那所以你说没有人劝佛住世吗？其实有的啊，就我看的经典里面其实是有的啊。好，那阿难怎么回答呢？啊，说又讲嘛，你没有请佛住世，突击喽，忏悔。阿难说那个时候魔蔽我心，天魔了啊，障蔽我的心，所以那个时候我佛这样讲的时候啊，他失神了 啊，没有办法说什么啊。我并不是恶心而不答佛啊，他们不回答。然后第四点啊，就六个突击流罪嘛啊。那么大迦叶又跟他讲，奴与佛叠身且礼啊，你看前面讲欲多罗有没有？这里又讲身且礼了。前面讲四叠欲多罗有没有？那这里又讲叠身且礼啊。但是这个并不是，这个其实他说你曾经跟佛叠身且礼啊，就是一样叠起来身且礼，以足道上。他并不是说那个时候了，他是说你曾经啊，那么跟佛啊折这个衣，那以脚踏在这个上面，所以不恭敬佛衣，不恭敬佛衣。那佛的衣服你怎么可以用脚随便踏啊？你突击了要忏悔啊，就是有过失了啊，要忏悔。阿难说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的。阿难，我觉得阿难也是在可怜啊。但是这件事到底怎么一回事？其实我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到底是因为有一些说是优波里要，因为要结起的时候，要结起力的时候，结下的时候有罪都要忏悔，没有忏悔不清净啊，啊，所以那个时候优波里要阿难忏悔清净，大家清净了才能共同结魔啊，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个当然是大迦叶，一般说是大迦叶，但是也有记载是优波里啊。那到底举了几个罪啊？那也有不同的说法。好，那这个导师在这个《一教经》里面啊，那也有讲到啊，阿难过在何处啊？就是在《华严经》里面呢、啊，也讲这个阿难到底过在何处？阿难到底有什么罪？为什么要这样啊？那个有兴趣再自己去看啊。那我们先来看啊，他说那个时候有大风起来了，没有人帮助我作揖，风吹来了堕我脚下，就是这个揖自己吹到我脚底下来的啊，我怕那个揖被吹走。所以因为风很大，那一吹的没有衣，你糟糕了，这些衣不要飞到哪里去了，你就更糟糕了啊。那么并不是不恭敬啊，所以啊我才踏住佛衣不让它飞走的。好，这是第四件。第五件，佛因藏相啊，就我们叫做马因藏相了啊，其实就是我们叫做这个佛的这个性器官不外露了啊。那可以，他可以缩入腹中啊，那我们叫做男根呢、啊、他可以缩入腹中，从外表上看不见啊。
啊，这个叫做阴藏相，我叫做马阴藏相，因为马也这样啊。佛波涅盘后，你把这个它是盖着的嘛，你把它掀起来给女众看啊，什么叫做马阴藏相啊？所以这个是很可耻的一件事啊，不知道真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啦，我不知道，反正这种就是举罪，到底举的这个举罪是不是当时真的发生的啊？但是只是有这种记载了哈，但是我们就姑且听之了哈。好，他说你这个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把佛的衣服掀起来？因为很多人好奇嘛，什么叫做马阴藏相啊？你还掀给女众看啊？那个实在是你实在是可耻啊！那你有罪，你要忏悔啊！阿难说，我那个时候在想啊，我并不是不恭敬，我那时候在想，如果女人看到佛的马阴藏相，她会怎么样？惭愧啊，那么认为自己做女人啊，那么能够啊，希望能够以后啊，那么有男子丈夫相啊，那么修行佛相啊，32相嘛啊，那么种福德根啊，那么所以啊，我才把佛的衣掀起来给女人看啊，不是因为无耻的原因。啊，我没有羞耻的原因啊，那么来故意来犯这个过失的。好，我们再翻过来看啊，那这讲到这6个了啊，那也有讲9个的啊。好，那么他说，大迦摄是跟他讲，你有这6种过失啊，突吉罗啊，突吉罗是其实是小小姐啊，那你应该在身中忏悔你的过失，叫做悔过嘛。好，阿难就说好，那么随长的。长老大迦摄及身所教，好啊，所以他就阿难惭愧何所，偏袒右肩脱革洗，啊，革洗是皮鞋。那么佛时代其实就有皮鞋，但是大部分的比丘其实是不穿的，啊，那么大部分就是穿皮鞋是长老，就是年纪大那个皮肤哦，或是说因为比较。不能忍耐那种石头或怎么样的，年轻的还好，大部分都是年纪大的人才穿皮鞋啊，穿皮鞋。那当然也有年轻的，也你如果要去其他的地方啊，什么样热啊，什么也有的啊。但是有些不一定是皮鞋，有一些其实是草鞋啊，也有啊。但是皮鞋是比较好的啦，皮鞋算是比较好的，当时的皮鞋是好的啦，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啊，跟这样一样啊。所以6种突击都最忏悔。那把鞋子脱掉是表示一种恭敬啊，是表示一种恭敬。好，大迦摄于身中，手牵阿难出。啊，你看这个阿难在里面啊，结下，然后要参加结集，已经在参加结下，这是其中一种说法。那有一种就是阿难没有参加啊，那是到最后他修行解脱了，他才让他进来。好，就跟阿难讲，断奴肉尽，然后来入。啊，你现在。忏悔清净了，你也不能参加，啊？为什么？你烦恼未尽，你的罪清净，但是你的烦恼不清净，啊，所以你也不能参加。你把一切的烦恼都断尽了，肉一切烦恼都断尽了，然后你再来参加。残劫未尽，奴勿来也。只要有一丝烦恼没断，你都不要进来，啊。这样讲完之后，把阿难，就是把阿难带出去，然后进来之后，关门了。啊，看起来好像很残忍啊！那基本上就是要让阿难好好用功了。好，那阿难当然最后还是进去了啊，因为最后啊，他就努力用功啊，证了阿罗汉啊。那这个如果依神奇力啊，他还有一个故事线啊，就是神奇力是阿难一开始没有参加啊，然后。为什么不让他参加啊？那有人就说阿难多闻第一，常常在佛身边，应该请阿难。大家就是说阿难就好像赖痢狗啊，我们上次讲过，就好像赖痢狗在狮子群中啊。那么天人就去把这个话跟阿难说，阿难就知道是阿难为了激励他，那迦摄为了激励他，所以就努力用功，后来就证了阿罗汉啊。那我们知道升起力是说这个要结集的人啊，每个人都要有3明6通。啊，而且要通两不律，不然不能参加啊。所以那个时候阿难啊，就从药师孔进去
展现他已经断了一切肉啊，有这样的说法。好，那现在啊，就是阿难忏悔完了之后，依然被请出去了啊。那因为他烦恼未尽啊，那现在就是开始要结集了啊。那么结集，大智尊的说法是先结集律，再结集经啊。但是我们说，有的说是先结集经，再结集律啊。反正各有传说了啊，各部派的传说不一样。好，那现在就是欲请交换波提结集毗尼法藏。好，这个时候诸阿罗汉议言啊，大家在讨论啊，商议讨论，谁能结集毗尼法藏者，就是主持的了，主要的长老阿那律、阿耨罗陀了啊，阿尼律多啊，那么就说舍利佛是第二佛。有好弟子，自交换波提，牛氏比丘，柔软和雅，常处闲居，住心极愿，那这个是对这个交换波提的形容，跟下面下面底下有所谓的在我们看底下一柔软和雅底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么。它是同一个词，软善大德，少欲知足，常在禅定一样，柔软和雅，常处闲居，住心极愿，跟这个少欲知足，常在禅定一样。好，那只是说这个交换波提他调柔而且他常常在修禅定那所以这个能知毗尼法藏他知道所以今在天上。施利沙数严重中作就是他不在人间，他在天上，还有很多在天上的，不是只有他但是他先去请他，这个是大智度论的传说。如果依僧伽律，第一个请的不是交换波提，是一个叫做这个呼树提那一个叫做呼树提那的比丘。他在33天如果一生其力的，他先去33天，请那个目犍连的弟子叫做离婆提的，目犍连的弟子很多都有神通，请目犍连的弟子离婆提去33天，请那个呼树提那来，那呼树提那听说佛入涅槃，在这入涅槃然后第二个再去交换波提，再去刀立天请交换波提，其实是这样一样，33天就是刀立天再去刀立天请交换波提下来然后这样次第请了10个人都入涅槃，大家都说不要请了再请每一个阿罗汉都入涅槃了，没有人结集了好，那这里那说施利沙树园，施利沙是合欢树，那天上到底有没有树？如果天上有树，那不是跟人间一样？那天上的树其实也是化身的。施利沙是居留孙佛的菩提树，居留孙佛过去佛在菩提树，在施利沙树下成等正觉好，那这个施利沙树交换波提阿罗汉住处在天上施利沙树园中那基本上也是在倒立天这33天是比丘欢喜踊跃受身赐命到底谁去请呢？如果一生其力是目犍连的弟子一个叫做离婆提的离婆提的上去请那一生其力第一个请的也不是交换波提但是其他的律典像大智度论或其他的律典也有记载就是请的是交换，第一个请的是交换波提。那交换波提为什么会到天上去呢？交换波提到天上是佛让他去的，其他的阿罗汉不一定，我不知道但是交换波提去天上，经典记载是佛让他去的。佛为什么让他去天上？因为他就是叫做牛氏，就是他吃东西吃会吐出来，然后再吞进去，吐出来再吞进去，其他的人看到就会很恶心不知道的人就会毁谤。所以佛陀因为他这个习惯改不过来500世做牛就是曾经做过牛，牛会反刍嘛，全吃就吞进去，所以佛陀就跟你不要在人间，你在人间会让人造恶业你去天上。那天上吃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天人有天眼知道他是阿罗汉，可恭敬今天如果有这样一个阿罗汉住在我家，他吐出来我也没关系的啦，真的，因为我们知道是阿罗汉嘛，我们不会嫌弃他，不敢嫌弃他
那但是就是一般人不知道嘛，所以佛说你不要在人间，在人间会让人间造恶业，你到天上去给天人修福报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就去天上，可是他去天上，他应该很少知道人间劫几率的这种情形啊，啊，不晓得了啊。那就说他通达这个律典，通达律典应该是在人间比较有办法，他应该也是很早就去天上了，啊，好，那他去，所以他就去请啊，那这个下座比丘啊，就是比较年轻的了，啊，如果依僧举例是目犍连的弟子叫做离婆提的啊，那他说他跟下座比丘说，轮到你要去，就是应生死啊，就是有一些派遣的工作，那么。像要应供也是啊，就轮到你，你就去，就一个一个，大家照戒僧啦，照僧啦啊。那么应供也是这样，然后你应该要僧团有事啊，要你去做什么啊？那轮到你去做啊。那么都是有生死，就是生次啊，生次啊，生次就是啊，一个一个照轮啊。那要做事也是这样，要应供也是这样啊，就照轮啊。不过应供应该是从戒那高的开始请。做事情从戒那低的开始做，那基本上是这样。好，下座比丘说：“好，那僧团，僧是僧团啊，那么有什么啊？有什么要我去做的？大家就是说，你现在到天上施利沙数园中啊，那么去把交换波提这个阿罗汉请下来。这个比丘啊，欢喜，不是每个人有神通可以到天上去的啦。不过目犍连的弟子很多都有啊。”啊，他就设身次命啊，就是受大迦叶的这样的一个教次啊，就套啊，跟大迦叶说，好，我到33天，那么交换波提那里，我要说些什么？我要怎么说了？我要跟他说些什么？大迦叶就说，你到的时候跟交换波提说，大迦叶为主等啊，就是这有很多1000个阿罗汉嘛。现在有999个啊，那么若见阿罗汉，皆会阎浮提，都在阎浮提啊，因为他在天上嘛啊，然后都在人间呐、啊，其实都在人间啊。那么僧团啊，有很大的一个法事，你赶快过来啊，因为以前都是急见嘴啊，那么通知左右的人，那现在天上听不到了啊，所以请他上去啊。那么人间急见嘴跟他也没关系啊，他听到他也不会下来，所以他何况他也不一定听得到，然后你到天上把交换波提请下来，就是僧团有重要的会议要举行，要请你下来结魔啊，就开会，结魔就开会。好，那么四下座比丘头面礼身啊，右绕三匝，如金翅鸟飞腾虚空啊，就用飞的神足通飞到去了，飞到33天啊，交换波提手头面作礼，跟交换波提说。啊，一样啊，就前面的软善大德啊，柔软和雅，常处闲居的这个大德啊，这大德是一种尊称呐 啊，少欲知足，常在禅定啊，先赞叹他了啊，就是这个是一般佛赞叹这些比丘的啊，就每个比丘的特点不太一样啊。大迦叶问讯有语啊，大迦叶跟你问好啊，大迦叶是僧团里面最受尊重的啊，就是说。除舍利佛、目犍连当然受尊重，但是大迦叶是连佛也给他三分尊重的啊。那他现在问讯有语啊，就是跟你问好。那他有叫我传话给你啊，有要告诉你啊，有语就是有话要告诉你，告诉尊者啊，大德尊者，现在僧团啊，那么有大法事，希望你赶快下来啊。那么观众宝具。啊，众宝聚集就是结集佛法了，啊，众宝聚集就法宝了，啊，就是佛法要结集啊，啊，那么希望你下来参加啊。这个时候，交换波提心觉深矣，啊，心里面觉得，哎，怎么会这样想？就跟比丘讲，为什么僧团没有事，将无斗争事换我来了？就是以前是，比如说内部有斗争啊，不和合，那不和合就要带一些人。去做结盟，啊，像毗舍离东方跟西方比丘不和的时候也是一样，啊，然后禅陀比丘，那么不和的跟人到闹结婚，
那么也是阿难也是带很多比丘过去，啊，要做法嘛，啊，要这个开会啊，决定很多重要的事，所以就要很多比丘。好，他就会讲，那么难道是僧团又在斗争了吗？那么请我要我过去参加这个开会决议事情吗？啊，那么还是有无有破僧者否？佛日灭度了，啊，就是还是又有这个破僧的事啊，佛教要分裂了吗？啊，还是佛要灭度了？佛日是这个日是形容佛像太阳一样啊，这个佛要灭度了吗？啊，那比丘就说，实如所言啊，是的，佛灭度了，佛已经灭度了，不是佛要灭度，佛已经灭度了。迦湾波提就说：“佛灭度大吉啊！”一般都说：“啊，一合即哉？怎么这么快呢？”啊，大就是很形容，怎么这么快啊？怎么这么快就灭度呢？佛怎么这么快就灭度了呢？啊，就是说，其实是这样啊。世间也灭啊，一般都说世间也灭，一合即哉了啊。那这里一样啊，翻译的问题：佛灭度大吉，世间也灭啊。那人族佛转法轮降。我和尚舍利佛，今何所在？就是人像佛一样转法轮的，啊，舍利佛，啊，舍利佛是交换波体的师父，啊，所以说我和尚，啊，舍利佛今何所？今在何所？啊，那这我师父舍利佛，啊，就是佛不在，有舍利佛就等同佛在哦，这个也是佛说的哦，啊，舍利佛在哪里，就等同我在哪里。啊，其实是这样，他非常赞叹舍利佛，啊，就是我即使不在，舍利佛在就等同我在，啊，所以舍利佛入灭之后，啊，佛陀曾经说，哎呀，现在舍利佛不在了，有这么多人，就好像没有人一样，空荡荡没有人一样，啊，那舍利佛在哪里，就等同我在哪里，啊，所以他是说，人诸佛转法轮降，啊，能像佛一样，像佛一样，啊，那么能够这样大转法轮的，我的和尚舍利佛。现在哪里？佛陀回答说：“舍利佛已经先佛入涅槃了啊。”那迦湾波提就说：“哎呀，大师法将各自别离，大师是佛，法将是什么啊？这个舍利佛都已经怎么样？都已经各自都什么啊？入涅槃了，当可奈何？那怎么办是好呢？好，那舍利佛呢？那目犍连呢？啊，目犍连也是大将啊，佛身边的两大将，舍利佛、目犍连啊。那目犍连现在哪里？”现他说目犍连也入涅槃了，啊，佛法欲善，大人过去，众生可悯。你看教末节，哎呀，这个佛法啊，开始要坏善了，善就是要坏善了啊。那么大人就是指这些佛啦，舍利佛、目犍连，就大阿罗汉，都怎么样？过去就是都入涅槃了，那么众生可怜啊。啊，实在是可怜！你看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大家是没有结局，那真的是可怜。我们这些哦都不知道怎么办啊。那还好，真的是我们真的是要非常非常非常感恩大家是。第一个当然要感恩佛啊，那么舍利佛、目犍连，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感恩大家是跟阿难啊。如果没有他，真的是发这个心哦啊，那我们现在。那不是一般的可怜啊，是非常可怜啊。但是我们又要想回来，舍利佛目犍连这样努力的宣扬佛法，传播正法，转正法轮。那么大迦叶阿难又努力的想尽办法把佛所说的正法又传下来，传到我们这里哈，不当一回事，有法等于没有法，啊，那也不追随的佛所说的法，依法修行，啊。正法到了这里，我们不第一个，我们有看见等同没看见，有学习也不修行，啊，那么这是第一个，那可怜中的可怜。第二个是你又不学，你又不想办法把正法传承下去。你第一个你自己都不重视了，啊，反正这一些等到我到佛国土的时候再来说，你自己也不学习，你也不把想办法把它传下去。佛法好不容易从释迦牟尼佛发现，舍利佛、目犍连传下来，迦叶阿难传下来，一直传到我们这里，是多少祖师大德的努力啊！
多少佛弟子的努力啊，到你这里要灭了、啊，到你这里要灭了、啊，那这个是真正可怜的啦。我们自己也可怜，后来的众生也可怜。你未来再来轮回的时候，见不到佛法、啊，为什么？你没有努力把它保存下来，你心中没有佛法，你也没有为人说佛法，啊，那么所以你为什么会遇不到正法？因为你的心中没有佛法，你也没有努力把佛法保存下来，啊，所以啊，众生可悯啊，啊，那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想啊，啊，我们为什么要努力来修学正法、护持正法、弘扬正法？第一个，我们可以得到正法的利益；第二个，未来的众生，你还没解脱，你还是会再来的啦，你就是未来的众生，你能不能得到正法？那看你过去，你没有把它保留下来啦，那就好像有这个药方，你不把它传下去，断在你手上啦，以后你再来得了这种病，没有药可医啊。谁的过失？你自己的过失，人家传了那么久下来，你不努力把它保存下来，你自己也没有啊。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佛弟子都要学习佛陀、舍利佛、目犍连、大迦叶、阿难，努力。他努力修学正法，也努力把正法保存下来，啊，那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了啊。那现在又问，那阿难呢？啊，我们把这一段讲完，再下课啊。说阿难，那阿难在哪里啊？那第一个问佛，第二个问舍利佛，第三个问目犍连，第四个问阿难啊。那迦叶叶不用问了，因为大迦叶请他来的、啊，他知道大迦叶来请他的嘛，所以他不用问大迦叶。啊，那这几个都比较重要的人物了啊。那阿难现在在哪里呢？这个比丘说，长老阿难那个时候他已经是长老了啊。佛灭度后，忧愁啼哭，迷闷不能自愈，这讲的比较夸张了啊。但是阿难确实也情感比较重啊。经典里面也是有类似说啊，佛灭后他有一点点没有办法。舍利佛入灭，阿难就大概这样了，就是比较忧伤了啊。那佛灭后，他更忧伤，只是这样啊。迦旺波提就是说，阿难懊恼，犹有爱结。就阿罗汉，从阿罗汉的角度看啊，确实是这样。别离生苦，爱别离吧，啊，就是他所在的人要死啊，生死啊，所以生死别离苦啊，其实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别离生苦啊，有你可以讲啊，因为有生死别离的苦啊，那么这个或是说。由于爱别离而生其苦啊，那也可以这么说了啊。那么罗诃罗又怎么样了？现在又怎么样啊？那阿难悟完就罗诃罗，罗诃罗是佛子啊，啊，照理讲要传承啊，那么佛的这种利益众生的这种，那把它传下去。因为罗诃罗很年轻啊，罗诃罗比阿难还年轻啊。那么说罗诃罗得阿罗汉故，无忧无愁，但观诸法无常相啊。就是真的要发像大迦叶这种心的也不多啊。迦旺波提言：难断爱已断，啊，无忧愁，应该是难断爱已断，是故无忧愁啊，是这样的，所以他才会这样啊。就是罗罗跟阿难比较起来了啊。那么迦旺波提又说：我师离欲大师，他听完了之后，问完了之后，他说：我已经失去离欲大师啊，于是施力杀数圆中住。意何所为？就是啊，这个世尊波涅盘了、啊。那么我的师父啊，舍利佛、目犍连都波涅盘了、啊。那我在这个天上住，施利沙数园是刀立天宗天宫里面的一个地方。我在这个天宫住，那也没有意义了啦，啊，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和尚大师皆已啊灭度。我今不能复下阎浮提，啊，那么我的和师尊也波涅盘，啊，那么我的师父舍利佛也波涅盘，啊啊，目犍连也波涅盘了，啊，那么我不打算下阎浮提了，啊，我就在这里入涅盘了，啊，我也要波涅盘了，啊，你看就这样，啊，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些哈，我都真的是有内心哈，有内心一层一层的。这是要顶礼大迦叶，真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大迦叶怎样怎样，没有大迦叶，我们听不到佛法。好，说是言语啊，入禅定中，永在虚空。
身放光明，又出水火，所磨日月，现种种神变，这个叫做十八神变啊。十八神变就是神足通里面的，叫神净通。神足通里面的有变大、变小、变多、变少啊。那地水火风啊，四大变换，上升出水，下升出火。那么这个或行或住或坐或卧，在空中瞬间移动啊，瞬间变化，基本上叫十八神变了。好，那阿罗汉要入灭之前，有时候都会展现这种啊，来告诉，来让最后的人知道佛法的殊胜啊。啊，自心出火烧身，啊，就三昧称火自己烧。阿难也是这样啊，阿难也是在空中，然后自己用火，那么火化的啊。那么身中出水，四道流下。那你说佛陀可不可以？佛陀也可以啊，啊，那么他甚至可以让人家用火烧不了他，他因为他要留下来啊，他用这种方式是示现一种入涅槃的方式了，啊，佛陀也可以啊，在空中这样变呢，啊。但是他因为佛陀毕竟跟大家不一样，他要让四众弟子啊，那么他要留下一种典范了、啊。好，他跟阿罗汉不一样，他想的就是说他要利益的众生比较多啊，所以四道留下就水了 啊，就四道留下，自大家摄手，水中有声说此偈言啊，他不去跟大家说，但是他还要给大家这做一个交代啊啊，所以他现在神通之后，这个水声啊，那么流到大家摄那里，跟大家摄说。交换波提其手里啊，就是我交换波提啊，大家是你请这个比丘来请我下去，很不好意思啊，我没有办法下去啊，那么我在这里跟你顶礼啊，妙众第一大德身，大家这是有威德力的，很多阿罗汉也是要啊，不能说卖他的面子，就是也要尊重他啊，那么这是所有的殊胜众里面是第一的大德身啊，大家是真的，如果真的要讲威德力。大迦摄的威德力比舍利弗、目犍连还好，但是大迦摄比较不管世事了啊，所以叫妙众第一大，就是说我交换波提来跟哪一根啊？这个僧团里面威德第一的啊，这个大德啊，大迦摄你顶礼了，闻佛灭度我随去，你来请我啊下去，但是我不打算下去了啊，我听到佛灭度啊，我的师父啊舍利弗也灭度了，目犍连也灭度了，所以。我也要随佛灭度去了，啊，如大象去，象子随，就好像大象走了，那么象子也跟着走，啊，所以他一部分来跟大家是报告，那、啊、也跟大家是就是说，啊，说我不能下去了，啊，我要入涅槃了，啊，大概这样。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